同款是灾区的这个用关架新乡的小那村的村民，即嘛总算有一个暂时的出路。啊，本来拢互人安置伫个龙凤寺的这小那村民，即嘛是全部拢搬到这三林乡的月梅农场遐的这组合处的社区。啊，每一户有15平啊，虽然讲是无啥大间，啊，不过这村民讲总算唔免过来困这通铺啊。拄仔你来新厝，甲厝路用甲也阁无啥顺，赶紧来煮鱼仔汤庆祝立厝。家家户户门下口嘛拢在摆祭品，祭拜祖先甲地基主。因为对即马开始，小娜村民离开暂时住的龙凤寺，拄仔来到新厝。你看，他平安顺遂，他趁钱呢。58户村民拢总百几人，第五拢搬来到三南乡月梅农田尾组合厝社区，15平厝，3间房间，一个客厅，阁有灶卡甲一间啊。大家嘛。靠家己的，靠厝的感觉。这水路那就无啥会烧，加速路是火烧烟，厝边赶紧来倒桥一下。你要看嘛，太红了，一下迄块都乌乌呢。安尼啦吼，有，安尼 OK。冰箱、电视、甲眠床拢有，风灾了后头一边有厝的感觉。陈太太安那款内底安那做笔记。我看缺什么，缺什么要记起来啦，啊，等下去买。大家对新厝真满意，一步迈就是讲想热，希望会当增天气。阁有人咧想讲安怎改较会凉。应该是来用厚房啊，较透爽。厚房就是烈士就是隔热板。这哪有窗帘有差啦？窗帘，吓啦，我就是讲等下要去高雄买窗帘啊，是怎看欠啥要买换。工人赶紧在种树啊，希望当仰日头嘛较袂炎热。社区内底足侪细项工程拢在收尾，四界当看到树啊加铁枝，也毋过足侪村民也是感觉有厝的感觉真好。先将厝搬落来，其他问题拢来慢慢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地方面消息，继续要来关心的是，大家得到今年10大这个景点好比的这个台东关山的这个美王，即马有得要来回馈啊，特别把得奖的这个好比送给这个关山国小这学生囡仔来做营养午餐。10大经典好米的美王来到学校，亲身为这个囡仔来煮饭，并且给因带饭。平常时食个较少的这个囡仔，一摆食得特别多。啊，今天为什么会想吃那么多？比较 Q 又比较嫩，煮好的米袂伤粒，佮 QQQ 真好食，口味就是无相款。也毋过要政策全国10大的经典好米，毋是遮尔简单嘞。美容爱囡仔到关山米厂的美国学校分享好米是安怎整出来？最惨的一次，输第一名0.1分呐、啊，好沮丧哦。那时候想说啊，老天爷对我不公平，不想比赛了。后来细心去检讨，才发现。我自己肥料没有控制好。得到今年10大经典好米的米王，细汉时阵就是读关山国小，自细汉就对种稻啊真有兴趣。伊即届甲得奖的好米送予补校的这学生因食看卖，也甲家己唔惊失败的经验，甲这囡仔来分享，希望因大汉了后也是种出真好食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民党全部的这个中常委请示甲补选这个部分呢，即卖已经提出讲中常委的补选要伫11月14日来举行。另外，因为即卖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来表示讲，即届绝对袂当阁有人会选送物件咯，所以即届选举要含应摆无共款，要采取这分区投票的方式来进行。马总统直接拍国民党主席，党内就发生中常委选举上的风波，最后却是造成中常委陆续辞职。李中常委李耿贵方已经主动表达示意，加上陈信进也讲会配合党中央的决议，党确定中常会即要进行全员补选，这也创下国民党新纪录。26日暗时，国民党会召开临时中常会，确认常委的补选案，并且已经定好新的选举规则，会对登记参选者进行严格资格审核。你个人的行为不能违背我们的联能条款，违背我们党纪有关的规定，所以我们会成立一个候选人资格审核委员会，来审核登记要参选的中央委员的资格。当这选举势不顺利，会专业补选，要予外界全新的形象。除了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来审查，马主席也亲身落去到基，并且改变现行各县市投开票方式，改采会使防止白条卡的分6区投开票。如果分区投票啊，就黄碧来讲是很好的方式啊，因为如果是以现我们
到这次为止，以县市为投票区的话，每一个县市有多少党代表，那是公开的嘛？暗时，马主席的亲身主持临时中常会，会再次宣示国民党清廉选风的决心，并且确定补选时程。目前初步规划在1月14日办理投开票，208位中央委员已完成登记参选，重新选出32席的中常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